洋，生命的摇篮，风雨的故乡，这里盛产着鲜美的味道。中国人正在这片深蓝耕海牧渔，将之变成蓝色粮仓。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天然渔场之一，千帆竞渡，万株入海，开启金秋的寻鲜之旅。舟山渔场地处长江入海口，台湾暖流和沿岸寒流在此交汇，洋流搅动，养分充足，不计其数的浮游生物在此繁殖，吸引了大量的鱼群，造就了这片富饶的蓝色海域。我看到远处的船了，都回来了。那么咱们今天晚上了，咱们去一下这个水产码头，咱们呢去多买点带鱼。凌晨，第一批新鲜的鱼货送往了舟山的海鲜水产市场。吃海鲜要赶早，天色未明，市场里却熙来攘往，繁忙无比。此时大厨郭金伟带着徒弟已经在这里挑选最新鲜的带鱼。郭金伟地道的山东汉子，从部队的炊事兵成为了舟山远近闻名的厨师。从业20多年来，他潜心研究舟山海鲜烹饪技艺，用带鱼就能做出50多道菜。舟山带鱼叫三小，眼睛小，体质小，它的个头都小，肉质厚，那么三小一厚，这是它的特点。带鱼的骨架简单，鱼肉柔软娇嫩，很多北方人第一次吃海味都是从炸带鱼开始的。我家去炸带鱼，等于是整个村庄，半个村庄可以都能闻到这个香味。小火煎，外层变得松软酥脆，焦香四溢。加酱油红烧，鱼鲜甘美，酱香浓郁。无论是油炸红烧，带鱼的鲜都能体现得淋漓尽致。一家烹带鱼，满院飘鲜香，从沿海到内陆，这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海味。尽管带鱼的做法很多，但在郭金伟看来，舟山带鱼骨小体肥，肉多刺少，最让他满意的烹饪方式就是简单的蒸煮，这样才能保留来自海鲜的那份最初的鲜。新鲜带鱼去掉鱼鳍，带鱼切断，摆入盘中，加盐激发鲜味，加入料酒去腥。水烧开后，将带鱼放入蒸锅，蒸至8至10分钟。外层银汁裂开，鱼肉细腻温润，鲜香四溢。撒上香葱末，点缀红椒丝便可食用。简单的做法，保留了纯正的鲜味。如果说清蒸带鱼是郭金伟对带鱼最直白的表达，那么鲜美的带鱼饭便是他对舟山渔民文化的弘扬和传承。挑选肥硕的带鱼剔骨，切成宽条，鱼骨和鱼头不能丢弃，小火煎出油脂的鲜香，熬出骨汤用于蒸饭。大米洗净装入砂锅，添加切好的白萝卜丁、火腿丁、青豆，倒入鱼骨汤，
放入蒸屉中蒸至八成熟。从蒸屉取出砂锅，摆上带鱼肉，撒上白菜丝，砂锅至小火上煨干水分，鱼骨汤全部被米饭吸收，这个过程有点像制作广式煲仔饭。带鱼鲜嫩肥美，肉味醇厚，经过充分的搅拌，谷物的清香和带鱼的香气融合出浓浓的渔家气息。无与伦比的生命摇篮，动荡不安，又潜藏诱惑。从近海到远洋，中国人对鱼类蛋白的探寻从未止步。逐梦深蓝的舟山人成为远洋追鲜的先行者。南纬四度零三方，东经四十二度零三方啊！准备下锅了。准备下锅了，你今天下锅有点。破坏它的细胞壁，所以能保证解冻之后它的鱼的鲜度包括它的口感是跟冷冻之前是很接近的。陈方宇，舟山人，是一家渔业公司的市场总监，他的工作就是将这些来自远洋深水的美味送进千家万户。就是尾部的这个鱼段是可以稍微修整一下，因为它尾部弯曲的可能性比较大。它那个大西洋原料跟太平洋原料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次加工的这批原料我们都是大西洋的原料。那大西洋的原料是因为它淤血比较多嘛，那么我觉得它这个额定出成率呢可能是需要在我们加工过程当中再具体看它原料切割出来之后的品质再去跟客户沟通嘛。这是一条大个金枪鱼，身长约 1.5 米，体重达到100千克。陈方宇要根据客户的鱼肉部位和规格的需求，指导工厂进行切割和加工，所有的处理工作都是在冷库中完成，
在低温锁鲜科技的加持下，金枪鱼依然保持着原本的形态，可现在它硬得像块石头，只有高速旋转的刀片才能完成切割、去骨、切块和塑形。坚硬的鱼皮要通过专门的刨子才能去除，而抛光处理是为了去除碎屑，让品相更美观。鱼块和鱼柳加工完成后，不用担心边角料，它们将成为金枪鱼罐头的一部分。在舟山，远洋鱼鲜的打捞、加工、仓储和分销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每年来自远洋的无数美味都会通过这个链条送进各大城市的商超和餐馆，甚至出口海外。全程冷链，技术锁鲜，科技成就了舌尖上的美味。金枪鱼来了。是今天的金枪鱼，厨师长给你啊。好好好好，谢谢啊。啊，慢走啊，辛苦了。金枪鱼块自然解冻，简单切块，用小火煎制，油脂渗出，几乎不需要做料，香气扑鼻。金枪鱼肉质软嫩，口感细腻，不过要想品尝金枪鱼最本真的滋味，还是要吃刺身。生鱼肉入口绵软，细腻不失爽弹，柔软不失筋道，鲜嫩顺滑，惊艳了整个口腔。浩瀚的海洋深处，隐藏着人类追寻的种种鲜味，而绵长的海岸线，辛勤的渔民们正在劳作耕海，收获万千风味。宁德三都澳素有天然鱼仓的美称，鱼歌声中迎来大黄鱼的丰收季。这片鱼排网箱养了几十万尾大黄鱼，陈玉斌是这片网箱的主人，自己在外面跑销售，父亲则在鱼排上负责养殖。大黄鱼色泽金黄，味道鲜美，是老百姓最喜爱的海鱼之一。在宁德，每逢重要场合，总少不了它的出场。收到黄花鱼，嫁出黄花女，要想娶妻，先要奉上一对肥美的大黄鱼。我们这边也有一个风俗，去岳父岳母家，我们都要提着大黄鱼去。我当时也是带了很多大黄鱼去我岳母家，岳父岳母都哇，这么多大黄鱼，太高兴了。对宁德人来说，大黄鱼是美味，是生活，也是传承。20世纪70年代，野生大黄鱼变得十分稀少，宁德人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突破了大黄鱼人工育苗鱼养殖关键技术，让大黄鱼重回大众的餐桌。陈玉斌是一名普通的渔民，祖祖辈辈以捕鱼为生，为了保护野生渔业资源，响应国家海洋渔业转型升级的号召，陈玉斌收起渔网，退出渔业捕捞队伍，
专门从事大黄鱼的养殖。正值大黄鱼丰收的季节，父子二人决定晚上起网收鱼。傍晚，陈玉斌的妻子决定一展厨艺，用一顿黄鱼宴预祝即将到来的丰收。将新鲜的大黄鱼剔骨取肉，切成长条块，沸水灼烫后放入蒸笼，鱼皮微皱，鱼肉微卷，蒸汽弥漫中，大黄鱼香气四溢，以鲜嫩爽滑的鸡蛋羹打底。豆腐切丝，慢火熬煮，巧妙结合淮扬菜中文思豆腐的烹调手法，再加上蒸好的鱼肉，三者相得益彰，更好地体现深海大黄鱼肉质的鲜嫩、爽滑柔润、清鲜利口、鲜美软嫩。这层次多元的味蕾体验，从舌尖抵达人们的心间。大黄鱼肉片成薄片，裹上鸡蛋清调制的浆液，在高温中炸制，鱼片卷团，外酥里嫩，麦芽糖、老醋熬成的醋酸汁浇在焦香的鱼肉上，晶莹润泽。大黄鱼削皮去骨，击上花刀，铺上双椒，热气蒸腾中，鱼肉吸收了酱汁的香辣滋味。浇下热油，辣香扑鼻，咸鲜适口。新鲜的大黄鱼或浇汁或清蒸或煎或炸，这些家常的做法各有各的风味。来来来来，酒杯拿起来。天色渐晚，接下来就是陈玉斌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活鱼一下子马上所鲜掉才是最新鲜的，所以说我们要从加工厂搬到船上平台去加工。鱼排与码头之间有两个小时的航程，陈玉斌决定把分拣包装的流程放到公船上，在大黄鱼出水时及时锁鲜，保证质量和口感。落日的余晖洒在海面上，收获的序幕迅速拉开。你这个盖上面不是这光线还会进去？可以捞了。大黄鱼被捞起后，立即被放进碎冰中，瞬间休克。大黄鱼拥有金色皮腺体，可以分泌金黄色素，而这种色素极易被紫外线和强光分解褪色，因此为了保留大黄鱼金灿灿的颜值，捕捞总是在夜晚进行。公船上，大黄鱼的分拣和装箱正以极快的速度进行着。为了保鲜，分秒必争。
拖网、捞鱼、起筐、上秤、上冰、装箱，一气呵成。不到十个小时，数吨的大黄鱼开启了下一段的旅程。在寻常百姓家的餐桌上，演绎百变的美味传奇。大黄鱼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海鱼之一。据统计，2021年，宁德市大黄鱼不但产量高达19.1万吨，占全国的80%左右，而且销售网络遍布世界各地，出口国家和地区多达60多个。21世纪，人类进入了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的时期。为了加快海洋开发，把海洋建设成人类获取优质蛋白的巨大蓝色粮仓，中国已经向深海发力。2021年陆续投入使用的鲸海系列深海智能网箱，长宽超过60米，深度达40米，巨大的钢结构支撑起柔软的网衣，养殖量达到1000吨级别。养殖上百万尾深海鱼，仅需4名工作人员。傅师傅，那个网箱这边没有，有没有异常？没什么问题的话，没什么问题可以回来。回来，我叫朱翠岗，2021年来鲸海这边工作的。当时感觉这个网箱就是很大、很壮观、很雄伟。平台的日常工作的话是4个人就能完成。朱顺岗毕业于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水产养殖技术专业，对世界最先进的深海养殖技术有一定的了解。让朱顺岗没想到的是，有一天他能够操纵世界上最先进的网箱。当时上学的讲到的一个深海网箱的时候，还有很多疑问吧，在我脑海中。这么大的鱼量养殖的过程中，我们怎么去投喂，怎么能达到这个无人化？鲸海智能网箱不仅能通过声纳和激光雷达实现精准数鱼，而且还能通过鱼脸识别技术实时掌握黑鲸鱼的身长和体重，实现精准投喂。我们这个网箱养了100万尾黑鲸鱼，我们这个鱼的话，云南有一点就是可以是达到类野生的状态，让人们就是更好的享受深海的这个美味。鲸海网箱搭载了水下声纳、水下机器人、5G 通信、海洋数据监测等多种系统。不是，你到那地方，他下去，我给你顺下去一个绳子。网箱深处，生机勃勃。黑鲸鱼自由游弋，肆意生长。2021年11月，鲸海迎来了丰收，首次捕捞量达到700多吨，一次创造出约2800万元的产值。看着自己养出来的鱼，都出水面的时候，心里就是很欣慰的。我们通过大钓机，一兜的话大约是能装个500到800斤左右。当看到就是一兜一兜的鱼，感觉是特别特别的多。转完一兜再接一兜，转完一兜还有一兜。黑鲸鱼学名许氏平鱿，
是中国沿海分布广泛的石斑类鱼种，在烟台市南皇城岛，当地人称之为黑鱼。黑鲟鱼是海洋鱼类难得的珍品，肉质鲜美，无论是煮汤还是红烧都是不错的选择。而对于当地人来说，黑鲟鱼炖粉条更是万种风情，成为他们不舍的记忆。先把黑鲟鱼在油锅中煎出焦香，然后加水慢慢熬煮，鱼肉的鲜美慢慢渗入汤中，满锅鲜香。而干粉条无需提前泡发，直接加入汤中，全由鱼汤泡发，使粉条充分吸收鱼汤的水分，味道更加鲜美。相比黑鲟鱼炖粉条，黑鲟鱼炖豆腐也别具风味。醇厚的鱼汤搭配豆腐，一黑一白，来自海洋和泥土的两种蛋白质在这里相得益彰。黑鲟鱼没有杂刺，油脂丰富，肉质细腻，口感清爽，也很适合做刺身。来，大丰收！丰收，丰收，丰收！丰收！如果说京海智能网箱是镶嵌在茫茫大海上的固定粮仓，那么十万吨级养殖工船国信一号便是一座移动的海洋牧场，专门从事高端经济鱼类的养殖生产。它有15个养殖舱，养殖水体约9万立方米。大黄鱼的年产量高达3700吨。追风逐浪，耕海牧鱼，种海鲜，国信一号，耕海一号，国报一号，一座座蓝色粮仓加速崛起，一曲曲海洋牧歌强音奏响。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水产养殖大国，中国人用自己的智慧劈波斩浪，耕海牧鱼，在一次次的丰收中书写蓝色粮仓的中国传奇，夯实大国粮仓的根基。